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，第二百二十五页，二百二十五面。 第六行，第六行啊，从净言书看起啊，净言书曰：“法藏自说己愿，令诸菩萨学之同法。” 我们底下一一个底下一句言念下去啊，又会说云，菩萨闻之，自发勇猛心，鼻记丈夫我一耳，彼发妙愿，我不二乎，故能圆之满足大愿也。 前面，呃，法藏菩萨将极乐世界建成之后，去看他的老师啊，世间自在王如来。 那么老师当然知道，啊，不说也晓得，啊，妙觉味的佛果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所以就劝他赶快把这个事情向大众宣布，令大众欢喜。 也令无量众生得到殊胜的利益，这个利益确实是真实的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常说“业力耳根永为道中。啊，无论是看到是听到，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 就有缘了，啊！大乘教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啊！你听到阿弥陀佛，见到阿弥陀佛的像，啊，这都有缘，啊！所以世间自在王佛这个劝劝导啊，用意非常之深，啊！ 也是帮助阿弥陀佛普渡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的苦难众生啊！这个缘结的无比的深广，所以这个大众听到，特别是菩萨中。 也都学发藏比丘大愿大行啊！就今天这段文是念老引用《静影书里面一句话啊：“法藏、啊、自说即遍，令诸菩萨了学之通法。” 啊，因为菩萨都发了四弘誓愿啊，四弘誓愿第一句：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愿发了怎么个度法？那必须要跟阿弥陀佛携手合作，才能普度众生。 不单菩萨发愿，诸佛如来也不例外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到呢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普度众生呢？ 没有不讲《无量寿经》没有不讲《阿弥陀经》啊！讲这个经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戒淫众生，往生极乐世界嘛。所以祝福都参与了这个大会呀，这个是。 这世出世间法，稀有啊，无比殊胜的发挥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慧书说得清楚了，你看菩萨听到了啊、嗯，听到发藏比丘这个报告啊，自发勇猛心。 啊，这菩萨听到了，他也发有魔性了。你看看，法藏比丘做到了，他能做到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啊，所以比迹丈夫，我亦尔啊！啊，必发妙愿，我不尔乎？我能不发吗？这意思就是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他发了，我能不发吗？啊，故。 能源之满足大愿，啊，就是满足无量大愿呐、啊，啊，经文上这一句话是指能满足一切志愿。下面又往生论注啊，满足往生净土一愿，皆一切志愿喜满足，故云。 满足无量大愿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王生论珠是谭鸾大师做的啊，后面这一句“活畔托出啊，祝福心水。” 啊，就是一丝毫不留，全部啊，端出来了。啊，这个里面的意思，深广无有边际呀、啊，十方世界的众生。 包括我们在内啊！我们如果真正把这段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大臣里面所说的参透了，你能够不发愿望声吗？ 啊，发愿往生就是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、同德同行。啊，就是此地这些祖师大德们所说的话。啊，只要生净土，就一切愿全圆满了。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代表，四十八愿呢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四十八愿就圆满了。阿弥陀佛的愿圆满了，我们生到净土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愿也圆满了。啊，所以我说的时候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。 啊，他四十八愿圆满，我们四十八愿也圆满啊，所以叫满足无量大愿啊，四十八愿，同是一切菩萨的宏愿，法藏菩萨。 无界金钱求所之大愿，只为众生能真正发起往生净土之意愿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心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意愿心呢，就是。 诸佛菩萨圆满的心愿啊，是十誓愿里面第一句所说的：“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”啊，我们发这意愿，他就圆满了。 何等的不可思议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已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，四十一为法生大事。 在法界、虚空界，众生有感了，他们就应了。感应的目的，众生不知道啊，佛菩萨清清楚楚。 只有一个目的：劝导一切众生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是一个总的方向，总的目标。啊，只要往生净土，你就得大圆满。 这个意思在这里说出啊。下面念老说过背：“故我辈莫世反复。”啊，这讲到先前呢，我们同学这些大众们呢，啊，但能满足此一愿。 这一句关键就是“满足”这两个字。什么叫满足？真往生是满足啊，没往生那就没份了啊！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往生，你也满足。 无量大愿了，啊！阿弥陀佛的无量大愿，诸佛如来的无量大愿，啊！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发生大事的无量大愿。 你一往生全圆满了啊！那往生这个事情难不难呢？我们现在知道一点都不难。 啊，那为什么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那么少呢？啊，早年我跟李老师学经教的时候，老师常讲啊，台湾台中联社是他老人家创办的，啊，连有几十万人。 啊，老师很感慨的说：“我们的连友们啊，太中联社的一万个人当中啊，真正往生的三五个人而已啊。这什么原因？对于这个世界。” 情志不能放下，烦恼习气不能放下，啊，还有所贪念呢。所以不能。 独生净土啊！像这个善道大师讲的“万修万人去”，嗯，那人真放下了啊？放下就成了啊！即于弥陀大愿相应，便如一尘愿海。 便于弥陀大愿同体，故愿，故云，即是满足无量大愿也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要问：为什么放不下？ 说实在的，是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了解的不够，认识不够。啊，如果真的搞明白了、搞清楚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 我学佛，啊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啊，张家大师，啊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他告诉我的，看破放下了，啊，这是。 切入佛境界的秘诀 <coughs> 啊！头一天就告诉我啊！当时年轻，没有接触过佛法，听了这句话似懂非懂。 啊，二三十年之后，这一句话才真的懂得了，真搞清楚了，他没有欺骗我。啊，凡夫学佛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看破放下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再看破。啊，就这两个学法子相辅相成。 啊！你能达到究竟圆满呐？啊，这个法门也不例外，也是看破方向。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呐、啊。你看，就就简单的八个字。 发菩提心时，看破啊！菩提是智慧也，对这个世间不再留念了，不再执着了啊！一心念佛就是放下，放下万缘。 一心专念啊，念多久才能往生呢？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最少的一日，若一日就成就了。啊，最多的呢，若七日。 这个七给注释，不是数目字，我们现在都把它当做七天，打个佛旗，七天。实际上，它不是，不是数目字啊。一二三四五六是是数目字，第七不是数目字。第七这个是好的圆满啊。这七是说什么意思呢？ 说四方上下当中，这是个圆满的意思。啊，那就是时间长短呢，在你自己决定，不在别人。啊，什么时候真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成功了。啊、念佛对这个世间还有牵挂，啊，还有情执。 那你就去不了了。啊、哎，你把这个东西放下那一天，那就叫第七天。第七天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彻底放下了就叫起。这 <coughs> 何等方便，何等的直接，从果起修啊，直取就近，不可思议净土法。 这几句话重要啊！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找不到这样方便法门啊，决定找不到，只有这一门啊，直接你看，从一品烦恼都不能断的反复，能够在一生当中成就。 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了，哎、啊，所以男性啊，他容易修行，容易成就。那什么原因呢？这里两句说出来了：从果起修，阿弥陀佛是果位，他不是因的。 以弥陀之果觉作为我们的因心，因果不二啊！弥陀是自信弥陀，净土是唯心净土。弥陀净土从哪来的？我们自信变现出来。 大乘教育的常识：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可以做证明啊！不理自心、啊。祝诸佛如来也不离自性，我为地狱也不离自性啊！全是心心识别。 这个法门是从国起修，直去就近。啊，究竟，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位。啊，确确实实是究竟圆满。 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，不容易遇到稀有难逢啊。第五，至心精进，我们就学到此地啊。我们接着看，这是《无量寿经》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了。 发大誓愿第六，啊，这个就是世间自在王劝法藏比丘向大众宣布啊，这报告的全文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。啊，在。 没有学习去这个这一篇全文之前，黄念老注解前面有介绍，啊，将这篇全文大意啊，做一个介绍，这很这个非常好，很难得，啊，这也是属于注解，我们看。 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名训，于大众中宣说所发殊生大愿啊！他发的什么愿？这就给我们宣出来了，宣说出来，这是著名的四十八愿啊！说慈大是愿，妙德难思啊！ 这一句话是总品，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大寺院呢，不知道帮助多少六道众生的凡夫啊，一生成佛，所以。 阿弥陀佛，被一切诸佛称之为“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”，道理就在这里啊，十、啊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。 都不能跟这部经相比，华严发华也比不上。佛门第一经呐，啊，不但说是啊、呃、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的佛门第一经，它是在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》里面第一经。 你遇到其他法门，你这一生不一定能得度；你遇到这个法门呢，决定得度，这决定成佛。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啊？你能不能够依交奉险？啊？果然能依交奉险，你就成就了。决定不是假的。 啊，如贞洁月，啊，这是日本，啊，日本人对于《无量寿经》的学习，实在讲超过中国。啊，他们的注解有二十多种。 《无量寿经》在中国古大的里头注解只有两种，啊，这个原因前面讲的很清楚。啊，这个本子流传到中国很多，翻译有十二种翻译。 啊，现在十二种的一本有七种失传了。大藏经里面保存的现在有五种。啊，这五五种本子，五种都读，确实有困难。啊，因为在过去印刷书不发达，没这么方便。 啊，五种本子不容易找到啊，啊，受了这么大的限制，啊，所以就这才有汇集的必要啊。这个汇集本出来之后，我们相信《无量寿经》在中国会普遍的。 被大众啊认知，认真学习啊！真解说，四十八月功德成就，而归一正觉，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也。 是民红施本渊海，夜明悲渊一尘。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。正觉功德不可思议的，有誓愿不可思议。我们就看到此地。 四十八愿的功德成就，归一正确。这一正确是无上正等正确。啊，这个省略了，啊，就用“正确两个字了。 啊，无上正等正觉是妙觉位也、啊，只有妙觉才称无上正等正觉。你看看《华严经》上，从初住到等觉，这四十一个位次，都称为正等正觉，没有无上。 阿罗汉辟支佛成正觉啊，这是小乘，没有出力。十法界。那么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，阿罗汉跟 辟支佛是在下面两层呢，上面还有佛，还有菩萨，还有佛啊。那他们是算哪个阶级呢？阿罗汉是下层。 辟支佛是忠臣，菩萨跟佛是大臣，十法界里头的，初住以上不是大臣，叫一臣，一正缺，这个要知道啊。 啊！一正确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成了无上真灯正确。啊！四十一位化身大士都称为无上真灯正,正觉啊！啊，不过这个里面。 还有一点差别，无事无名的息气没断，碍不碍事呢？不碍事，啊，一点都不碍事。要知道，无事无名就是起心动念，啊，初住菩萨不起心不动念。 不分别，不知足所以这四十一位化身大师，他们是平等的境界，没有丝毫差别，完全平等呐、啊。我们到下面这个原文里面，全都看到了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一样不平等。 连相貌都平等啊，相随心转呐。我们这个世界上，相貌为什么不一样？心想不一样。如果这两个人心想非常接近，他的相貌就很接近。 那相由心生嘛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相貌就是一个相貌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？为什么？大家心里所想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所以每个人相貌完全相同。 啊，那一瓶无识无名习气断净了，他真到妙觉位了。妙觉位不住在十八图，妙觉位住回到长寂光去了。啊，所以十八庄严图啊。 那个地方的在那里修行的人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师。啊，他们住的是真的净土，一真法界，啊，所以皈依真觉，啊，那么同居土、方便土也。 皈依真觉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到后头原文我们都会看到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真觉之体就是佛的名号，六字红名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六字“南无”就是皈依的意思，皈依阿弥陀佛。 贵是回头，从迷惑颠倒真正觉悟了，回过头来依靠阿弥陀佛啊，这个靠定了，你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 啊，自己不知不觉也变成阿弥陀佛的化身了。啊，这就是是名红是本愿海，还是比喻？啊，这个寺院，深广没有边际呀。 啊，本城就是一一成。阿弥陀佛的愿，不是希望你到极乐世界去做阿罗汉、去做菩萨，不是的。你到西方极乐，是真的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啊，所以也叫做悲愿一成。 啊，悲是大悲也，怜悯一切众生呐、啊！啊，那这是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。下面说正觉功德不可思议，有誓愿不可思议，是以行眷。 以三十六句赞叹释缘不可思议啊！一张这个张是彰显的意思。 我们所谓啊宣扬，让大众啊都知道啊真觉功德广大。这个里面这这一段文记录在下面。文曰：敬白。 生一切往生人等，看这个话是对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说的，当然也是对真正想发心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啊对他们说的。这生是什么意思呢？ 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郑重声明，这“申”就是声明，郑重声明，详细说明，就这个意思，啊，对这个这个呃一切往生人等啊，对他们来郑重详细的来说明，啊，红誓一成海者，这是书。 一切众生平等成佛，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。要晓得，十方世界每一个世界，法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。 极乐世界每一天有多少人去？无法计算的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到那里去干什么？到那去，全都成佛了。这是何等！ 庄严之死啊！人间天上的盛世。没法子跟极乐世界相比。一般人不知道。底下这句说的好，成就。 无爱无边，最甚深妙，不可说、不可称、不可思议智德。这我们讲功德了，智德什么？究竟圆满的。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真的大圆满了。下下品往生都是啊，你这个事情多难啊,啊！菩萨修到这个境界，那要修到哪一界？无量界的修行。 可是，在这个法门里头，很短的时间你就成就了啊！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我们亲眼看见过。 啊！我看到一个三天往生的，真的不是假的，在美国看到的，华侨周广大先生，啊，开面包厂的，得了癌症，啊，医院里面宣布他已经没法子治疗了。 让他家人带回家去，好好照顾他，啊，寿命只有一两个星期，啊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非常痛苦啊，啊，他一生没有宗教信仰，啊，家人在这个时候。 啊，所以病急乱投医，啊，到处求求佛拜神，啊，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地区有一个佛教会，华佛佛教会，啊，他找到我们。 啊，我们同修也不错，去了几个人帮他做念，啊，就劝告他，跟他讲解这个世间太苦了，啊，你现在病得这个样子，好是不太容易了，就劝他求生记录世界。这个人有善根，听了之后，他不反对，他就接受了，告诉他的家人，啊。 不要想着给他治好，通通念佛，帮助他往生。啊，所以家人也就听话，啊，一家人给他念佛，念到不到半点钟，啊，不到这个半天，他就感觉到疼痛没有了，啊，感到很奇怪，他那个病很痛嘛，痛苦嘛，痛苦没有了。 啊，也不需要打这个吗啡啊，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。啊，他自己要跟着大家念，三天，佛来接引他。那《这弥陀经上》上若一日，若七多多多，这这都是啊，他他就是三天呢。啊，没有宗教信仰啊。啊，真的走了。啊，走了之后。 全身柔软，瑞香细有啊！啊，给我们念佛人做证明啊！啊，那么他对极乐世界这些状况他并不了解啊，他在那个时候是没办法了。 啊，出这条路没第二条路好走，这是叙事的缘分，在这个时候成熟了。啊，一接触就相信，就接受，啊，就真的发愿跟着大家一起念佛，福祸。 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啊，他到极乐世界，他才真正晓得成就无爱无边、最甚深妙、不可说、不可称、不可思议之德。他到就是，他就知道了。 诸生稀有啊！啊，这下面是何以故？是运不可思议故。啊，这个我们学了这一篇经文，你就完全了解了。真不可思议！背运欲如大虚空啊！ 助妙功德广无边故啊,啊！阿弥陀佛的慈悲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慈悲变法界啊，用虚空来做比喻。 啊！助妙功德了，光无边故。功德上加个助妙，助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！妙是什么呢？妙是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 这些功德就现钱，不但现钱，得他的受用啊。功德从哪来的？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佛所讲的。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个德就是这里讲的功德啊，相是相好，无量无边的相好，全是自信本有的，不要向外求，向外求求不到，所求的都是相似的。 换一句话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实功德是自信的朋友的啊！如果我们真的肯定这句话，对佛说的这句话，一点都不怀疑。 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把什么样的功德都放下？为什么呢？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功德宝藏里头的一把钥匙，我能够把自信本具的智慧功德通通开发出来，不搞别的了。 啊，这法门难信吗？真难信吗？所以多少人念佛还要修集一切功德啊？其实修集那些功德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那，那那是白费了功夫啊！原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所修。 看到的、所接触到的、所享受到的功德，不是你所修的，你修的那个完全用不上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自信本具的功那才叫妙了。啊，我们怎么修也修不修也修不出来。 啊，什么都是现成的，不要到外头去找。我们心就是定的，啊，心定，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个心多自在啊，多圆满呐、啊！就是这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 啊，大车是比喻，乃之又如大风，这也是比喻。啊，大车是什么呢？可以普渡众生嘛，大车装的人多嘛。风是比喻自在，啊，风没有障碍，啊，在空中流动没有障碍。 普行世间，无无所爱故。啊，大风是比喻没有障碍呀、啊。能出三有系福尘，这个三有就是三界。 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界有，啊，有什么呢？有因有缘，啊，有因有缘，下面就有果报啊，啊，所以三有就是六道，啊，说三有系浮尘，就是能出六道轮回呀。 啊，乃至开行方便藏，这个还得了吗？啊，藏从四上来讲，我们今天讲的《大藏经》，也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藏。 啊，为什么叫方便？祝福硬化在世间，应机是教啊，没有定法了。啊，他所现的像也没有一定的像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？ 就现什么身，这叫方便啊！一，应该给你设什么法门，他就给你设什么法门，啊，没有定法可说。为什么呢？根性不相同啊！这些祝福，化身、菩萨，他们很厉害呀、啊，他跟你一接触，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事情，他全知道。 啊，所以他能关机啊！啊过去生中你学些什么？啊，他所教给你的肯定跟你过去所学的相应。为什么呢？你很欢喜接受，很喜欢学习。啊，所谓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 通通叫方便法，啊，善巧方便了，才能普度众生呐、啊，啊，方便没有离开真实，从真实里面所开出来的方便。 啊，以善巧的方法呢，诱导你入一乘呐、啊，啊，像前面呃、啊，昨天我们学习的啊，《法华经》上的一段，会三归一，那就是师尊教学的善巧啊，啊，你看，先教小乘，啊，你容易学吗？先给你讲大乘，你听不懂，你没兴趣。 啊，十二年的栽培，阿含十二年的哎，给、啊、你讲方等，方等是大臣的初级，啊，八年的教学，方等加上阿含二十年了，啊，在释迦牟尼佛会下学了二十年。 不错了，啊！佛跟你讲大成，能接受？大成说，般若二十二年啊！师尊一生教学四十九年，你想想看，般若二十二年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里头最主要的这个课程是般若。 般若给你讲真话了啊！真话讲些什么、啊？一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二十二点就说明这桩事情啊！你真搞通了，不都放下了吗？ 一切法无所有，比竟空不可得。你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？你这一放下就一成，会善归一啊！《法华经》叫你正啊，清正、无上正等正觉啊！法华是一成呐、啊，华严是一成呐。啊，隋唐时代，祖师大德们公认的。 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受的一切经，一成经三部啊，啊，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梵王》，啊，《梵王》没有翻到中国来，没有传过来，传过来只有一品，就是《梵王菩萨戒品》，就这一品，啊，完整的经没到中国来。 邺城里面还有一城，这也是隋唐时代祖师大德们发现的。这个一乘是，这个一乘就是持名念佛往生净土啊。他们说出来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讲的。 华严经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。再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我们就完全明白了。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入舍弟子啊。 传法的弟子，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！啊，他所学的、所修的，肯定是跟老师相同的。我们在《环境上看到，文殊普贤都法愿求生经图。那善财还能例外吗？所以。 他在文殊会上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，也就是正德初住的位置了，这超越十八界了。文殊菩萨打发他去参学，介绍他第一位善知识吉祥云比丘。 那是初住菩萨，他没有初住这一个等级，他就见不到初住菩萨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善财参访那个善知识，他是什么地位，就知道善财是什么地位。 啊，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？修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第一个，第一个表法，中国跟古印度是相同的，所谓先入为主。 啊，那么再看最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，刀归即落。你看，一头一尾，不就清楚了吗？那、嗯啊、华严到最后修什么法门呢？修念佛求生极 这还得了啊！这给我们多大的启示啊！啊，我们这些人，啊，我自己本身就是的。 不是上根人呐、啊，中下根人呐、啊，啊，自己以为自己想的都是正确的，都是对的，绕了好大的圈子，走了多少冤枉路，啊，二三十年之后啊，才相信净土法门。 啊，以前不相信的，啊，老师劝我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还是不学。啊，我怎么相信的呢？我讲《华严经》相信的，《华严经》讲了一半，哎、啊，有一天突然想到，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？ 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 <coughs>？因为我那个时候讲还严经，候八十跟四十同时讲，一个星期讲三天，两天八十华严，一天四十华严，也讲了十几年，讲了一半。哎，突然想到这个问题，一查，一查后面。 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这是汗毛之术啊！怎么文殊普贤，通通都是求生极乐世界啊？再细心去看善财童子，你看我讲讲了四十，讲了一半都没有发现到啊！跟着古人注解讲，没没没有看到。 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再仔细去看，才明了，才恍然大悟，啊，这个表法，开头是敬宗，最后终结也是敬宗，然后才完全了解当中这个五十一位的参学，啊，才懂得呵呵经文最后念得离此的意思。 啊，念的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参访这个善知识，听他报告，啊，叙述他自己修学这个法门，我完全懂得了，啊，感谢他，这是念德。 啊，我在他这里受教育了，我感谢他。礼慈什么？我不学他这个法门，还是念佛法门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你们这些的东西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我都知道，我都不学，我就是学老实念佛，修这个法门。啊，词是这个意思，才才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 字字句句含义很深很深，啊，谁才晓得文殊普贤善财原来都是一句弥陀念到底的，啊，所以。 华严法华这些一乘经，最后都归到无量寿，无量寿经，那是一乘里面的一乘啊！我们总算把这部经啊搞清楚，认识它了。那、啊、不认识，学起来有困难；认识之后啊，就方便了，死心塌地了。 啊，那么还讲其他的经，那是什么呢？现在佛法衰了，大乘八个宗啊，也是虚有其名，每一个宗派都没有真正修行人。 黄念珠那句是跟我讲的很多啊，在中国流行的，实实在在到现在只有三个宗派、啊、禅宗、净土宗、密宗。 啊，天台先手没有人了，其他的更不必说了。啊，真正能成就的只有净土了。啊，念老告诉我，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。 啊，他也学米，都不能成就。最后往生的时候，告诉我，每一天念佛号十四万声，追顶念佛了，佛号不断了，一天十四万声，他、啊、念佛走掉了 <coughs> 啊，那么我们如果是有缘。 其他宗派的时候啊，是应当要帮助啊？为什么？都是方便戒淫嘛。啊，但是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到最后成就一定是念佛，不念佛不能成就。 啊，如果是不念佛的话，修学一切法门都是现在所讲的佛学。啊，说的清楚一点，就是佛学知识。搞这的不是智慧啊，他放不下嘛。啊，真放下了，那是智慧；放不下是知识。 啊，知识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啊，智慧才能出。啊，智慧才是真正的方便藏，两口奉持，特可定待。 啊，这个风池就是依教奉行啊，特别可以顶戴的。这顶戴是放在头顶上啊，尊崇的意思。这一段是把弥陀的本愿功德做了简单的。 介绍啊，下面需要说明的，至于愿文多寡，注意颇有差异啊。通常我们讲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是康生铠的一本啊。曹魏时代，三国啊，曹操是魏。 啊，是那个时候。啊，康生凯住在魏地，翻译这部经，所以称之为魏译 <coughs>。在五种，就是现在保存的五种原译本，这个本子流通最广。啊，我在早年学过。 啊，用康松开的本子。啊，这个本子里面是四十八愿，所以大家习惯都知道啊，四十八愿。啊，其实他这五种园艺本里面，原文多寡并不相同，有二十四愿的，有三十六愿 啊，这个地方呢，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汉武年矣，同为二十四元。且经中明言，便借得二十四愿金。 经文上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宋一本呢，则为三十六元魏以唐以这两种啊是四十八元至于后厨阿弥陀经记》啊，这部经上有是二十四章，可见二十四院呢与。” 注经中啊是居多数啊，讲到二十四有三种，讲四十八有两种，三十六有一种，啊，所以二十四它还是占多数啊。但世间流通者只是为。故世人熟知四十八元，而汉文二十四元也。 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汇集本，它是以二十四为纲，四十八为目，啊，所以叫二十四章，啊，总共呢四十八页，啊，两面都兼顾到了，啊，这个是汇集的善巧。下面说，且汉武年矣。 所以，同为二十四愿，但内容一生不同。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能够想到，这不仅肯定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说，才会有这种情形啊。如果他只讲一次，一个一个原本，无论什么样人就翻译。 这个愿文总不能够搞错了吧？啊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理解古大德的这个这个想法啊，这个经是世尊的多次宣讲啊，何况失传的还有七种，我们没见到，那个地方还有没有差别就不知道了。 啊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一本十二种啊，从汉朝到到南宋啊，八百年间的这个翻译十二次啊。我们相信，从这个一本上来这个来看的时候，相信不是一次说的啊。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，这个情形很少。 啊、世尊当年在世讲经，只讲一遍，没有讲重复的，啊，唯独这个经重复讲多遍，啊，古大德盘呢，最少是三次，你看二十四月、四十八月、三十六月，都至少是三次，不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。 啊，在细看的时候呢，你看，四二十四月两种，二十四也不一样；四十八有两种，那四十八也不一样。啊，这就是证明啊，佛曾经多次宣讲，多次宣讲一定是非常重要啊。 啊，因为这一部经才是诸佛如来圆满功德啊！这个地方举出例子了，你看这个例子太重要了啊！无疑，第二遍，十某作佛时，令我过中啊，无有妇人女人。 与来生我国者，即作男子。嗯，你看，他有他有他有这一愿，啊，过无女人愿。那么又又是住无样素，是无样树，天人明，云飞软动之类。来生我国者，介于。 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长大，皆作菩萨阿罗汉，度无阳数，得誓愿乃作佛；不得誓愿，终不作佛。你看这个里面有莲花化身，过五妇女啊，有这两愿，这两月其他的。 本字里面没有，你看，而汉语呢没有，其他注意也去了，啊，由此可见的注意差异之深了、啊。啊，像这个都是不应该有问题的，啊，那可见的，决定不是同一个原本传到中国来的，不是同一个原本。 那就是说明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次讲的，就证明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。且汉武年已岁同月二十四日，但实际内容呢，则不止二十四。啊，你看。 无疑，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第二愿为历史，它里面就有三个，就有三愿啊。所以它一愿当中，实在是具有过无妇女，这是一愿；莲花化身，这畜生也能往生；云飞软动啊，这小动物啊，像畜生道啊，畜生道也能往生。 三到极乐世界，都是做菩萨、做阿罗汉。啊，第四，菩萨、阿罗汉、无量等，是金妙善深远。 啊，就是在医院里面的时候，它包括有四院在里头啊，就准是可知啊。所谓二十四院呢，实在是不止二十四。居住后出无量寿寂静是二十四章之经文，可知弥陀十愿实在为二十四章，不是二十四愿。 这个说法很合逻辑，啊，合理，我们能够相信。至于魏唐两种译本，都是四十八页，但名为四十八页呢，实际在不足四十八。啊，你细细心去观察，例如。 位移二十九，啊，二十九愿是这样说的：设我得福，各种菩萨，若受读经法，奉送持说，而不得辩才智慧者，不取真觉。那他第三十愿呢？啊，这个经文是设我得福。 各种菩萨智慧辩才，若可限量者，不去争取。实则，此两愿呢，只有广略之意。第三十愿呢，只是二十九院之补充引申而已。嗯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两院可以合并成一院。 唐仪中，第二十九与三十月呢，业余此同，更有进展。未唐联谊，君缺，过无女人接莲花化身之缘。可见未唐联谊至四十八月。 并未，并未原居住院。啊！这细看这些原文，里面有很大的差异啊！至于汉武两种译本，则缺“生念必生”之根本大愿啊！“生念必生”呢，这个愿太重要了啊！嗯 让我们修净土的人呢，在这个地方才真正建立了信心啊！对于净土，才肯定我们这一生呢，真的是有份啊，不再怀疑了。这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一生成就关键。 啊，所以这一愿呢，古今的大德都非常重视，叫根本大愿。可见汉、吴、魏、唐、宋这五种译本，均非无量寿经之善本。所以以前要读无量寿经，你要不把五种本子全读。 你就会有缺失，给漏掉的。五种本子都念，又相当困难。啊，五种本子不好找啊！你看王龙书居士汇集《无量寿经》，他只看到四种本子，唐一的他没看到。 啊，这样的身份的人，大富长者，啊，在那个时候汇集的时候，他也晓得有五种本子，这种本子没找到啊，啊，那是个遗憾的、啊，因为唐一本子里面有一些前面四种的没有的，啊，是以。 汇集注意，广结众长，练成汇本呢，是不用还也。啊，所以王龙书就是宋朝人，第一个做汇解本。啊，由于他没有看到宋本，啊，没有看到唐本，啊，唐本就是《宝基金的《无量寿这一会》，他没看到。 啊，所以前清魏墨生去世，第二次的会棋，啊，他是五种本子都看到了，啊，这个会棋超过了王龙书，比王龙书的弈的好，啊，但是流通不广，知道的人很少，啊。 龙书的这个本子出名了，啊，流通的多，大家都看到，啊，那么魏墨生的本子也有问题，印光大师批评过他，头一个大问题，取舍不当啊。 这是大问题啊！啊，该取的重要的他没取，啊，不该取的，呃，他也揭露不少。啊，还有的时候，这是古人的一个忌讳。啊，里面有一些文字他改动了。啊，翻译经的时候，自己可以用自己意思，汇集不可以，一定要原文。 决定不能改动人家一个字啊，你才能取信于大众啊！啊，这个是汇集决定不容许的啊，所以才有下联句第三次的汇集啊，这一次汇集前面两种的毛病。 都改正过来了，啊！而且用的时间长，啊，下老汇集这部书用了十年时间，啊，三年完成的初稿，又经过十次修订。 啊，总共十年的时间，这才成为定本，就这个本子，所以非常可贵呀、啊！啊，我们看此地的介绍，于是下寺汇集诸邑之大愿，啊，下联句老居士是。 黄念祖的老师啊，所以他称下四既中古以多见的二十四，又采世间所流通的四十八，乃以二十四为章，四十八为末，既服是二十四章。 又贺四十八月，金中背吉注意之长，生念必生，过无女人，莲花化,化身，祝愿呢，借鉴于绘本。这样无量寿经到这时圆满了，啊，到。 我们这一代呀，啊,啊，上一代圆满了，但是没有流通，啊，战乱的期间没有法子流通，啊，那个时候只用过一次，分量大概不多，啊，这个本子是绿行法师。 从山东得到的，带到台湾，送给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看了之后非常欢喜。啊，好像当时在台中就印了三千本，啊，提供给联社的同学们学习。啊，他老人家自己把这个本子讲过一遍。 好像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，啊，做过梅竹。李老师那个时候大概是六十多岁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六十九岁，跟他见面的，在这个前几年，啊，所以他讲这个我没听到，啊，以后。 讲康生凯的本子，我就听过了，啊，从头到尾听他讲了讲了一遍 <coughs>，不容易、啊，流通也非常不容易啊，啊，障碍重重啊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总算这个关通过了，啊，现在反对的人不多了。 国家也可以承认的啊。宗教语印的净土五经里面，《无量寿经》就用下电牢的这个回去本。我们知道这些经过才晓得这一部大经的稀有难逢。 我们这一生能遇到，特别值得庆幸的啊！多少修学净土的人没有看到这部经啊？ 啊，下联句老居士汇集之后自己讲过，黄念老亲自听讲，而且还有笔记。啊，连公嘱咐他，要给这个经做一部注解。啊，他是奉老师的命做这个注解。 注解做的很辛苦，三宝加持啊！啊在身体多病呢、啊，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，把这部注解完成，啊，这是。 注解完成之后不久，我们才遇上，才遇到。啊，我跟他是在美国碰到头，遇到的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带了一套，这个注解，啊，那那那一套油印本呢、啊，啊，蜡纸写的油印本呢、啊，啊，我们知道那是很很不容易，因为蜡纸。 顶多只能印到一百分，啊，那个纸就不能用了，所以我们晓得分量很少很少，啊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啊，打电话问他老人家有没有版权？那有版权呢，那我们就不敢翻印了；如果没有版权呢，我说我替你翻印，在海外流通。 啊，他说欢喜，没有版权，啊，欢迎欢迎，所以我们第一次就印了一万册，啊，精装本一万册，他非常欢喜，啊，现在这个本子流通就很广很广了，到处都有人印。咳 我们再看下面啊，佛妙是故愿精要，以少文而显多义啊，这是连公会集文字之妙啊。例如为第三十八愿，圣我的福，过众天人，于得一福。 随念皆至，如佛所赞应法妙福自然再生，又求裁缝导软写作者，不去拯救唯一的原文是这么写的。啊，第二十四愿里头讲呢，舍我得佛，各种菩萨在诸佛前献其德本。 住所求于供养之居，若不如意者，不去争取。这都是位移。你看，三十八元、二十四元，啊，位移此两月，行衣服与供具之如意，但却凡事如意。 啊，汉语里头有汉语第二十三月。古译是十四月，啊，都都有有这么一段文，说我做佛时，我过诸菩萨与梵世，范在七宝钵中生，自然不为梵世在前，是以呢，钵界自然去，不二者，我不做佛。啊，那于此又可见。 未唐至四十八月，时不足四十八院。啊，金石绘本把上面三院呢，就写成一院。啊，是及以上三院为我做佛事生活过着所需饮食、衣服。 种种工具随意皆至，无不圆满。可见绘本呢，文乐义丰啊。住以所居之弥陀圣愿，备行无遗。是以净世诸贤公认此为善本呢，良有以也。啊，这大家公认，这个本子是无量寿经最好的本。 <coughs> 在应该是十几年前，我第一次回到祖国，<coughs> 从香港出发的，有二十多位同修陪到我一道，到北京呢。 我们第一个就是访问赵婆老，啊，跟赵婆老呢也谈到这个汇集本的问题，他非常赞叹，非常欢喜。哎呀，这个这个无量寿经呢，总算是有了善本了、啊，那是众生之福啊。 也是国家之福啊！那那个时候，我在新加坡啊，教学，把这一部经呢，做了一个详细的刻盘，刻盘也印出来了，啊，我送给他。 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注解啊，是念老送给他的。我这个客判送给他，他非常欢喜。他说：“这个圆满了，你看有课会啊有注解，又有这么好的会集，非常欢喜，非常赞叹。” 可是重要的，是要我们真正去读书，真正去学习，我们才不辜负师尊多次宣讲，不辜负祖师大德们用心良苦三次。 晦气啊，还有彭继清一寺的结交啊，黄年老带着一身病痛完成这个主题。我到他家里去参观，他这里引用了。 一百九十三种的参考书，我都看到啊！我当时很惊讶了，我说老居士，这东西从哪里来的？哎，他说有很多各地方送来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感应不可思议啊。 啊，你需要的这些参考书啊，那个佛菩萨都给你送来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我送一套《大藏经》给你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家里没有没地方放。”啊，住的地方很小。啊，他住的那个房子大概总面积只有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么大。 啊，自己住的小房间很小，一张床，一个桌子，啊，旁边就是堆的这书，堆的一大堆，嗯，啊，这样艰辛、艰苦、困难的环境当中，完成这样的著作，啊，不识三宝加持，做不到啊。 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些书印得这么精美，供养大众，你晓得我们有多大的福报？我们这一代以前的人，做梦都没有想到。 我们今天都得到了，都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要不认真学习，对不起自己，不要说对不起别人了，对不起自己。这个缘分，就像《开经记》上所说的：“百千万劫难遭遇。” 啊，彭际清居士说的：“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的一天，我们遇到了。啊，遇到真的要下决心，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。” 这是真正报佛恩呐、啊，报祖师恩呐、啊，报坛月大德的恩呐、啊，啊，报国家的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我们就真做到了。 啊，内容经典内容就书生。在《华严经》上都见不到，所以确确实实西游南风。啊！可是问题要怎样？ 这一生当中，才真正能成就。起 <coughs> 心论里面说的标准太高了，在马明菩萨告诉我那真的是绝对标准，我们不容易做到。 他教我们立文字相，我们读诵立文字相，听讲立言所相，立民志相，立心原相。印祖教导我们。 跟马明菩萨实际上讲意思相同，啊，语气缓和多了，啊，印祖告诉我们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，啊，那这绝对的沉静呢？ 还是马明菩萨讲的，那成净的标准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标准降低，一定要用啊恭敬心啊，心浮气躁啊，学不到东西啊，妄念夹杂，学不到东西。 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好好的记住，一向专念，记住这一句话。啊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专念阿弥陀佛。 啊，专学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一部经够了，一生不要再搞搞别的了，搞太多了，所谓是贪多嚼不烂。啊，我们就一门深入，尝试训修，肯定有成就。 啊！我这一生不搞别的，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啊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成了。啊！所以现在学东西难，难在哪里呢？现在这个社会。 对古人呐、啊，没有尊重心，瞧不起古人。宗教呢，宗教都是迷信。你看这种观念的话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那根是什么？真正的根基呀、啊！ 是孝亲尊师今敬业三福开头两句话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如果在这上头没有一点功夫，我们求学求不到，圣贤东西你绝对得不到。你也可以学一点世间一些技术。 啊，圣贤东西跟你就没分，了。圣贤东西是建立在孝道、师道的基础上，不能不孝父母，不能不敬师长。敬父、孝父母、敬师长，就是尊敬你自己的信德。啊，这是信德的代表。 中国古人对这个最重视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要讲到发藏比丘的报告原文了。啊，我们学习的心态要不具备的话，听了。 也是耳边风，得不到东西啊！所以一定要要具备做一个学生的基本条件啊：孝亲尊师啊，真正懂得中道啊。这个这一部经典，真如获至宝啊！啊，我在世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就这一部经典。 啊，把这部经典看成自己的命根了一天都不能够舍弃的，我们会有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